起飞。亲爱的父老乡亲，大家早上好啊，我是长空。昨天晚上凌晨的时候地震了，我们是处于是震源中心，把我吓了一跳啊，人生第一次经历这样的事情。今天早上我就不打算掉啊，毕竟地震一般估计不好掉，下午吧，下午再掉。今天煮点面吃，吃完再掉。这个面还是比较扛饿的。一碗热乎的面呢，还有一些黄尾跟白条，应该是非常酥脆的，这个香。微辣。给一半给你，三千，只能吃这一条，只能吃这一条。今天早上一直到下午都没有口。现在弄了一个子母双钩，一个反离底钓。昨天上两条鱼都是反离底上的，今天是普通钓，没上。今天再试一下是不是这个反离底效果好一点。这个是一个泡沫球啊，泡了一个水龙骨。哦，不小啊，什么鱼啊？哎呦，哎呦，板鲫哦，粗的，哎，来了，又是鲫鱼，哦，这个大，哎，鲤鱼，拐子，小拐子。来了，哎呦，可以啊，摸，哦，挂了，不是挂了，这个板鲫漂不漂亮？哎呀，搞得我口水都流出来了。哇，接口啊，接口，喂，嗯。不巧不巧不巧，呜，哦，起飞。怎么说这个，哎，
个也不小哦。雕像都没出来，都有口哦。哦，还不小啊。鲤鱼。今天的鲤鱼狂开口哎，这样呀。鲤鱼、鲫鱼，漂亮。十几斤的鱼应该能带着我游泳哦。那个力度真的很爽。来了呗。又是小拐子，小鲫鱼。小鲫鱼吗？小鲫鱼。小鲤鱼。这鲤鱼也不瘦啊，中等规格。不胖不瘦。妈的，我感觉这个你。这玉米怎么下去的？还是怎么上来？反底钓也不行哦，反底钓也没效果，明天再试一下。这反底钓就是这样，它会浮起来的，但是也没用，气死我了，再丢下去吧。一坐又是一天，今天就是水浑的那时候，起浪的那时候，连竿鲫鱼。后面水清了，风停了，就没口了。希望明天还是刮风吧，大浪，把水搅浑一点，好钓鱼。